毕小新吗？嘿，我是康熙的陈若迪，跟着我一起来做运动，新功新功 ，double double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用力？然后镜头镜头有没有拍到你？因为我们也不想理你，你干嘛那么拼啊？没有，因为一个健身教练谁啊？你这件上衣是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哎，对，本来就是这样。它下面是有松紧带的。哎，对，是跟潘若迪借的吧？这件好像是女性的一个衣服。所以你穿的是女的吗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他那个是女生的，我那个不是这样的。我就是以前衣服就是自己把它剪掉而已，好像没有模仿到潘若迪讲话的方法哎。啊，因为啊，其实练这个运动嘛。这个李国修。李国修。其实我刚才就你好像冰块格是你封给他的。对，好像是哎。我非常的记得他恐慌的表情，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外景节目的主持人，然后他好像觉得说这节目也太可怕了，竟然会摸明星的那个腹部。你当时有被吓到吗？有啊，所以刚才走进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不知没来由的就开始一直紧张。可是你看康熙就知道，就是会这样子啊。是啊，只是面对的时候不太一样。可是被摸有什么好在意的？看摸的感觉吧。你说我要很诚恳的摸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就是会害羞，会害羞。就人家要摸你的时候，不是很这样子啊？就是哎，国兴哥借我摸一下这样，然后这样你不会觉得这样 OK 不舒服吗？对。不会啊，真的吗？还好啊，郭兴来我们节目每次都被摸，真的，所以没有关系。好吧，那所以你这种表情不能太挑衅，是不是？对，来，要是你站在这边，来，我帮你，谢谢。来来，你站这里，你指导小 S 用什么表情，他你才会觉得 OK。嗯，可能不能带一些情绪，情绪，冲很无感的严肃，无感很淡。然后他对你的腹肌应该是处于是一种。研究的心情，好吃，不在乎的状况。哎，对。所以你现在怎么样？你现在状况如何？我现在状况就是还蛮 OK 的。可以借我看一下。你现在就感觉在他现在是用那个蔡明亮的演法，完全没有。我差一点，我刚刚就好啊。我是真的，因为你也出了写真集，就是要让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身材现在练。对呀，对呀，那我可以写真集都出了，看一下。我也想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写真集啊，就可以想要看的话。可是你不展露你的身体，我们要怎么买你写真集？因为你如果货不好，我们干嘛要看它？对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给，可以啊。你先让我看一下，我再决定要不要买。是吗？可以，请。好。害羞。好了，摸一下好了。不是，你觉得他这样穿是不是显得太单薄了？对，就冷漠，是太单薄了吗？我觉得甚至跟郭晶站在一起都是会输郭晶。哎呦，是陈珊妮吗？不过我想我是误会他了，因为他刚才把那个 T 恤拉起来的时候，他的那个腹肌都还是一样大块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摸一下，反正。好酷哦，好平静，他已经照你的方法了。反正我都已经怀孕了，我摸了又怎么样？怕你怀孕？我这次都已经受孕了，感觉这腹肌好像欠你汇钱的感觉。因为不然他又不舒服，还要在那边啰嗦。好，对啊，把衣服掀起来好了。啊，摸一下，真的啦，看一下，真的吗？可以的。写真集都拍了，因为练到这么厉害，练到这么厉害，真的，真的不要把你挡住。不要怕。哇，很漂亮，厉害啊！非常，就是波浪很大，一点乐趣都没有。触感好吗？不确定，对，还好。触感好吗？压不住笑。哎，潘若迪，他好像比你厉害了吗？怎么办？哎呦，哇！可以，老师，老师，真的，练出来用一下，是不是？秀出来了。不要，因为这个人家出写真集了。是。对。老师，你不能让我们瞧不起你。对啊。虽然是得了气胸，可是你身材应该还在吧？嗯。你给 S 看吧。哇哦。不是，因为真的跟之前有差别。怎么说？因为他之前的腹肌呢，是每一块都发亮，很绷。冰块。然后他现在那个形状都还在，可是有那个皮皱皱的。妊娠纹？这是妊娠纹吗？不是，就是好像他有点消掉，所以导致那个，就像我们生完小孩，有时候肚皮会松掉。松掉。他那个变得比较细的感觉。好气哦！你刚看完佑胜，再看到他的感觉。佑胜的就每一个都是在发亮，挺出来。就我们是年轻的肉，然后他这个就是你知道，垂头丧气。你看，那这很。重要的几个地方，三角，三角这一块，它有，然后胸肌就不用讲了吧，那二头，
所以男生的手，你的表情可能是太有感情，我觉得他会不舒服。真的，没有情绪，没有情绪，你要冷淡，你要冷淡，冷漠不在乎。三角练出来，额头太低了，太低，哎，是不是？胸部挺起来，哎，很好。为什么他看起来这么瘦，可是确实有肌肉啊？因为他，我说他的体脂很低。那你有知道说他是不去健身房的人吗？应该看得出来，因为他的三角的线条没有很漂亮，他手部的线条不是的这么明显。如果他有做一些重量训练，就很明显。就好比说，你叫陈汉典去拉，随便拉一下那个那几个东西，他的手臂线条就出来了。陈汉典手臂线条，我跟你说，陈汉典的三头比他的还要漂亮哦。真的？哎，你看，有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对。东西，汉典，这就是我们送你去澳洲拍写真集。导播给一个星空的东西，灯光给他。旁边对，往前面。哦。11点钟，11点钟对对对对，这边11点对方，对不对？确实是耶。哎呦，冷漠，冷漠。对，你看他现在样子拿出来了。有。好，如果他同样的动作，他做成是二头，就像做二头一样。对，你看他二头线条。哦。写的线条。写的耶。对。体脂肪很低。对对对对，你看那个肌肉线条出来。很硬。我觉得你不太会冷，你看起来像注射太多，你又脸僵掉。你为什么不好好培养这些肌肉啊？对啊。不是，其实。锻炼重量训练是很辛苦的。如果他没有培养，就已经可以出写真集，他有什么理由要再培养？可是他可以变更好看呢。那为什么他腹肌会那么厉害？他应该是一个，这是一个啊，我也蛮应该这样说，瘦的人哈，本身就每一个人都有腹肌，只是你的腹肌是被脂肪给盖住了。对，但是腹肌是本身。我每天要做300-400个，我都没有哎。你可以做300-400个，可以啊。实践过来，你可以做。徐建国，你今天干嘛勉强自己来参加这个单元？没有，我没有勉强，我真的是运动健将啊！有吗？真的有。他说他胸部练得非常好。哎呦，我没有看见。我胸部不用练就这样子又很好了。哪样子？我是怕就是这样子啊。他说他练到哪样子啊？就我只看到鸡突，没有看到其他。就我如果练，如果硬要练的话，可能会变得很大。他说他练到他都不好意思，必须要练缩胸哎。他说他的斯文的脸配上大胸肌，就有点像绿巨人那样子。我觉得我有人这样适合，有人这样给过你这种建议？有啊有啊，有人说就绿巨人啊。所以是说你穿着衣服看不出来大胸肌，就衣服会很绷，这边就会很鼓这样。没有啊，现在缩胸缩小了，现在是这样看是有啦。有吗？这样看是有，可是对，可是他练的方式不对，所以他胸会变得有点外扩。对，他好像大在这两块。有的人胸是从侧面看他很大，但是正面看是没有的，那就是外扩。他练成副乳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他没有，他很在练副乳。你自己看，他哪有人胸肌这么边边呢？所以我要怎么样？要这样子要调整啊。调整戴胸罩啊！我会看到很多男生，他都会这样，就是你会，就是他引起你的注意，然后而且他故意会露他的 muscle 给你看，就是你一定要看他，他才会开心。而且他们都会把哑铃甩掉，就然后就哇，然后就开始真的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喝水，然后一直这样看自己的肌肉。万一你这样讲，万一拍了你就这样子。我没有，我坐中心就是都是躲一个人的地方。郭兴这一台是《绝命终结战》那个吗？哎呦，这一台哦，哇哦，被扎下来的那个，打下来的那一个。所以你用过吗？有啊，这个是练胸部。所以这个的程序是什么？就是把它举起来这样子。哇，你会不会害死郭兴？你的胸跟三角已经胀起来了，就是大概这样子。哎呦哎呦哎呦！60-80，真的吗？太厉害，真的，我紧张，我这样啊，我这样还不行。你要挑战郭兴啊？我觉得可以，很简单的吗？你要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真的，就举起来嘛。对，来，他举的方式是对的。受伤，因为之前有一次就这样。
放左手。你干嘛骗他四十啊？这是四十吗？四十公斤啊？可是我在举的六十到八十啊。这是四十，这个杆子十五公斤，哇，还要加这个杆子。刚才他弄错什么事？他没有弄错什么事。他平常在做的这种卧推的机器有两种，一种是辅助器材，它旁边有一个轮轨道，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弹力绳，就算是你坐下来之后，它还是可以帮辅助你弹上去。哦，难，这个是必须完全靠自己。因为你看，连抖都要飞上天了耶！不是四十，受伤。他抖，而且你发现他手，比如说哪一边往下凹，表示一手没有力。这个了，你很勇敢，这真的很轻哎，看起来好轻哦，四十，看起来是很轻了。汗点这个你 OK 吗？哎，汗点你可以，你干嘛汗点？不是因为他手臂那么壮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挑战。他手放脚放这里是？脚放错了吗？不是，我怕他。没有没有，那我试一次好了，先试一次。好厉害哦！你脚是不是放错位置了？我是放错位置吗？应该放下面，你脚踩地好了。对，啊这里啊，对嘛啊，来。